欢迎回来。那经过刚才一个精彩的比赛，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我们下一场比赛。那如果你有兴趣要参加 Yes Ranking 的比赛，你可以到巴哈姆特脸书或是 YouTube 搜寻 Yes 啊，来得到我们一些报名的资讯。对，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自由跟精英联赛的部分哦。是，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参加自由联赛或是精英联赛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对，那我们的赛制是说，我们每个月呢会有2队的队伍呢晋级到季后赛，那我们一个赛季呢是2个月，所以最后呢会有4队的自由联赛的队伍，然后再加上现在台面上4支的精英队伍，那总共呢8队呢在我们季后赛呢取前4，那争取我们下一季的精英队伍，成为下一季的精英队伍，成为下一季的精英队伍，对，前4名8队取四。然后再去争夺冠军，这样。对，然后我们会选出一个该季的冠军，然后前4名会成为，会顺便成为我们下一季的精英队伍，不是顺便啊，会成为我们下一季的精英队伍，这个是很重要，这不是顺便哦，冠是，军是才是顺便，对对对，冠军是不是顺便？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自由联赛，我们在最近呢，这一季呢，我们有赛制上的更动哦。对，那从，也你只需要从16场中任选8场去参赛。那赛事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三、四、六日的晚上9点开始，请提早报到。那如果你胜利了，就会获得5分；那输了就会获得2分的积分。对，那全队都要报到完成，才算你们那一队报到好了。那如果你在分组的时候落单的话，就直接成为种子队，那可以获得胜利的积分这样子。对。那你可以现在看到我们巴哈姆特上面首页有英雄联盟跟星海二的精英跟自由的前4名队伍哦，可以让其他的玩家或厂商们更认识你们。对，这是一个选手一个发光发热的好舞台。好的一个宣传自己的地方。对，就是大家可以认识你，然后其实点进去呢，还有相关的队伍说明都在对，里我只面。需像照片之类的吗？对啊，然后身高体重啊之类的 交都可友以，网站啊。对，都可以自己写在里面。那个是每个队伍可以自由编辑 的。对，是，这是贴心哦。对。那再来呢，就是准备进入到我我们。们的选边角。对，我们等一下呢。今天这一对是 Thunderbody 对上我们的欧，Oro。颂，那我们欧颂今天呢是要连战3场了，哦，对，所以好他们今紧天比张较累一点，他们刚啊！刚已经拿下了第一胜，那我们看他能不应能该士气，大振，看能不能势如破竹的连续拿下3场比赛的胜利哦。我们要期待下去。好，现在进入选边角画面，看起来这对图案是熊吗？是一个安妮吧，我在猜。因为他有头发，有耳朵，哦，可你说有就长头发的熊，穿着那只熊的安妮这样，我猜的啦。他因为这只熊有头发，很不自然，还有刘海。我他在背想，着节，对，选的奔因为我杰，对左边这个队伍比较不熟悉，对，Thunderbody，这你是对我他们们熟吗？玩蛮熟的，我播过他们好几场。他是我们这一季呢新上来的队伍，新上来这一季，对。这一季开始大概是从几月份？我们从，因为我记得前不久才季后赛，不是吗？我们是从10月开始的，哦，好好，抱歉，抱歉。对，我们是从10月开始的，我们是，然后这边第11月是我们的 第第二二个个月，月对。了。然后这边的话，Thunderbody 是跟的杰西瓦纳跟伊利斯，那可能他们刚刚呢有偷看比赛，所以他们知道要跟。希瓦小纳，雨，对，那伊利斯的话呢，就是可能就针对 jungle 边角，谢谢。他们没有选择去边角这样的角色。那欧荣斯、本勒、胜，圣跟古拉格斯，胖子胖子，对，要你这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那 个没有啊，我就很爱叫他胖子，不管是在任何的场合，我看到他，我就会说：“胖子，杀胖子啊！”吗？对，古拉格斯，然后再就是费德提克，就对，是比他较们，讨厌的一对。个恐惧3秒，真的很久非常的久，在我后是期我。控到就直接变对废啊，我人之了。前在玩的时候，嘉文就是在中别人家中路要去杀人，结果他一戳进去就被恐惧3秒，结果他就死了。
其实稻草人就是一只很好克制有途径英雄的角色，就是受途径英雄到他面前就是要先摇头晃脑三秒，那三秒完之后还要看他给不给你面子，再补一个他给你面子就没了，那他不给你面子的话就再补一个沉默，那你又要继续再晃个一点多秒，然后通常这时候一只角色冲到五个人中间什么都不做四秒差不多也要死了，对啊，對，那个血根本就被打到要哭出来了。那这边的话桑德巴里是先选择了嘉文四四哦，那这边欧颂则是先选择了 Zyra， 他们刚刚选的，然后还有飞机库奇。原来他们真的蛮喜欢库奇的哎、欸，应该是他們的。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神奇宝贝那一队是针对 Ben， 对，所以因为通常比较少人在针对 AD 去 Ben 角色。对啊，甚至还蛮少 Ben 的啊。对，然后再来的话呢，桑德巴迪这边看再来要选哪？他们嘉文应该是确定要走 Jungle， 那再来就是中路，中路。安妮，然后 support Leona。对，其实中路安妮现在还蛮少见的。为什么？我觉得他蛮常出现在 support 安妮中路很少见吗？因为 support 跟中路毕竟是不同。中路的话，安妮这只角色他算是打一波的角色，但是他就是打一波，然后他没有他的持续输出比较少一点，而且他的晕是要集三次才有五次。哦，对不起，我记错了，没关系。然后，而且他就是有晕的时候会有个游泳圈在身上，这是一个特征。你看另外一队，他们三 Z AD 哎，怎么回事啊？哇，这个应该是新战术哦。他们好 EZ 中秘密武器吗？如果加特走 AD， 飞机走上，哦，有可能。是是是。天哪，这个！然后刚刚有讲，安妮这角色其实就打一波很僵，但是他太明显了，就是你背一个游泳圈，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晕，这时候通常不会有人靠上来。那这时候通常会靠上来天，在会中靠上来天眼就是弹、那这时候你非晕他不可。对，这时候就很尴尬，你这时候晕脚掉了，你在后面的招通常很难连贯性的全部砸在对方脸上。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带闪现情况下直接闪晕，有闪砸熊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但是闪现是一。三分多钟、啊，这不会每次会都刚好让你有闪现，就是一次可以，第二次、第三次不见得行哦。那再来的话就是上路贾克斯，然后 AD 是选择 Ben， 就是一个正常的队伍组合。对上我们这边，这是 Poke 阵吗？我也觉得是啊，因为你看他们没有什么信息算少。对，这应该是 Poke 阵，因为伊泽瑞尔是一只 Poke 英雄。对，然后杰西飞机。都可以 poke， 这我在想，这应该是速推，速推吗？因为他们带两把重击，就等于说他们可能等一下就是没有 jungle， 他们可能一开就是三中，然后三中一三一之类的，他们就不进，或者一开就直接先进对方野区，很像之前 TP 的打法，就是先进野区，先把你的 buff 硬抢掉，然后之后再开始把自家全部扫完一轮之后再回线上。然后之后就是，然后他们拿了 buff 有等级跟剑优势，就直接先压，就直接压你塔，因为他们五个远程啊，就直接压塔了。对。那这时候你两个人挡不，你势必两个人也挡不住。等一下，你说压塔是大家一起去压塔，还是？我在猜，就是五个人一起压塔，因为他们有两把重剑啊，到时候炮车来就点炮车。对对啊，炮车马上死掉。炮车就直接点掉，然后之后就开始推塔，因为然后加上伊泽瑞尔这只角色 poke 强，然后乌尔加特不用讲，乌尔加特在前期 poke。不止远，而且还很痛。就是你只要被毒物飙到，它之后的锁定是一定中的，而且你一定要赶快往后跑，而且是必中。对，一直到你退出它的射程范围，它才没有办法点到你。那在杰西，这也不用讲，这也是 poke 王。那飞机也是 poke 王，不过他上六之后 poke 能力会比较强一点。那加油的话，就是也是 support 王，安稳在旁边看着就好了。他们想要前进的时候再丢个大哦，大家一起起来、啊。对对对对，就是对方他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吓阻对方，看你对方要上的时候，你这时候就直接绑然后开大，然后其他人就往后推到他大局范围外面，那就把对方控在这个大局里面。那这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各种 poke 各种放风筝就好了。可是他们说没压成功就 GG， 你觉得那个 Oron 这样前期如果没有做到怎样程度的事情？起码你在前开始被打脸了。起码你前面在塔数的领先上，你起码要领先对方两到三座塔。这个战术大概在几分钟？也十几分？二十分钟前吧。二十分钟前。对，大概二十分钟前，起码拿个三，跟对方领先起码三座塔。对方可能也会推塔，但是你不能让对方推塔数跟你持平，因为一持平，你不会有经济优势。你没有经济优势的话，你没有塔，你这个角色，你等于说两边平局情况下。
你装备一样，那就是角色向性的问题就出现了。有坦，然后有冲锋那一边，一定是把没有冲，一定是把没有坦这边当菜在切。这样贾克斯是一只不错的追击角，那嘉文也是不错的。对啊，那雷欧娜也可以，Ben跟雷欧娜也都可以开战，可以做一个断后。是，那你就是专门打一波，就是打薄皮的特别强。你没有坦可以扛住的话，真的其实是蛮危险的。那就是其实这欧宋我觉得是一个尝试，但是我觉得也是在放险招啦。是比较危险，他们就在测战术嘛，凡事都要尝试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是其实之前跟其他队伍聊过，就有发现，就是很多队伍会测一些比较特别战术。他们为什么？你们在比赛上，在比赛中看到这些战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怎么会出这么智障的？什么三一上，然后三上，然后一中一下路，这什么智障打法？小朋友都会。但是他们就是这昂润可在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会这样用，是因为他们多半可能在 Team Rank， 他们已经测过可能10场或10场以上，然后他们的胜率可能是有在6到8成以上，他们才会在比赛中用。可在比赛中，可能跟 Team Rank 又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在 Team Rank 的时候是很强，可在比赛中就不一定会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你没有在比赛中用过，你真的永远不知道说这套战术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对，对，还蛮期待的哎。那你说他刚才他们一开始就要去抢人家的 buff 对不对？对，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一开始就硬进对方野区。那如果他们两边都护到对方的野区呢？这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要在自己家里布满眼，你要到对方家去布眼，你要把所有事情都站住。这个手脚要很快、欸。对，你手脚很快，你要把所有事情都站住，因为你们这边有两把重击，你两把抢一把，通常。没有理由输啦，你有两把重击，那这样你们一等又是 poke 阵来说，应该比较在这方面上是对方压力会比较大一点。那所以你只要负责把视野站住，对方跑哪你就跑哪去压着对方 jungle 走，那对方 jungle 要么不吃，要么就是拖他就会拖到他的时间。那这样其实某方面说站住就成功了，对方退你就还是一样啊，硬把 buff 点掉，但他就是拖时间啊。是，对，所以等一下就是好期待哦。所以这场应该会蛮刺激的才对。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选手啊？我跟他们都蛮不熟悉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呢，我认识我们的伊泽瑞尔这名选手呢，对，他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赛评，叫做小蓝。我知道，我叫小蓝啊，是个很有天分的玩家。对，但是就我印象中呢，他平常是玩 jungle 的。这可是雅虎君君也是打 jungle 不是吗？对啊，所以他进他们队伍之后，好像就改打上路了吧？啊，这场我真的看不出来谁上路哎、欸。这场就没有上路啦，就可能一开始就是压完 buff 就五个走中路啦，对啊。對所以其实谁是 jungle 没有不重要。然后，硬压就是，等一下很辛苦，可能我在猜，可能一开始除了加油之外，会有其他人去买眼，这样子眼睛才布得快又广，又快又广，因为加油的眼睛呢是有限的，那他又不能说同时去红区跟蓝区插眼，对啊，那也不能把眼买完丢地上给队友捡，然后去别的地方那个，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另外一个人也负责去买眼才对，是。照理说是这样啦，然后再来呢，欧宋 Jackson 呢，这位玩家呢，就我的印象中呢，他也是一位中，他原本是玩中路的，那他原本卡牌很强，但是卡牌后来各种单之后呢，原本main卡牌的人都不main卡牌了，所以，但他还是打中路，然后他刚上一场雷兹，我觉得表现的也还算不错，对，那这场配合队伍走杰西战术发挥，所以通常打这种战术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特别去分。谁是走中，谁是走上，谁是走下，就是看战术是否发挥得宜。对对对，好期待啊！多兰剑，走，先叫暂停。哪一队暂停？哦，神手杨斐兰，就是我们的桑德巴里这边呢，先叫暂停。他们可能先讨论一下，说对方会怎么打。断线。Sorry， 断线，稍微等等，再等等。那这样的话呢，
哇，我们现在看到三多兰，然后一一把打野野刀，刀，哇，这个乌尔加是 jungle，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也太硬了吧？为什么不干脆四多兰算了？那我们现在看得出来，真的要有加罗一个人扛全部的眼睛，他这下真的很痛苦。等一下，我觉得欧宋稍微就是拼一点，硬是插过对方家里，然后插完之后呢，都没有人就 recall 回家，然后再走另外一边，这比较有可能，因为你只有一个人代言的话，你只能同时掌握一右，要么是右半边嘛，左半边的野区，你不可能右半边插完，然后顺路五根从对方两座塔中间穿到左半边，然后再去补眼。通常发现这种事的时候呢，你五根大概就一等被 S 掉了。所以，但是他们这个组合，你带了两把重疾，你不抢对方 jungle 去闹一下，对方又很可惜。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稍微试试看才对。然后这边，他们现在那个前面是 EMD 吗？欧荣 EMD 欧荣。对，你刚看是 ENO 吗？很像 O。对，他这个 D 有点方方正正。ENO 是什么意思啊？是 END 啦。对，END 的意思，就猜是他们赞助商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改天问问看他们好了。好啊，好啊。然后这样的话，等一下 Thunderbird 这边就很紧张，因为对方会来偷，所以他们要做事情也是插完眼之后呢，就是避开他。对方右边来呢，我们就左边去；那对方左边来呢，我们就右边去，尽量不要交锋。他们就只能减少最大的损失，就是掉 buff。掉 buff，然后去换对方的，就是去再怎么样，对状况再怎么差，也最少让对方自己的 jungle 拿到两个 buff。对，最。两个 buff 是最基本的，你完全不求多，对方两把重疾，你还想要三个 buff 也太贪心了一点。你不要被对方抢到三个 buff 就不错了。那就是要么，贾克斯一进制往下去了，他是要去补眼吗？还是就不跟着队伍走了呢？贾克斯没有代言啊，他当眼睛吧。假如这边应该也是要先一个人去补一只眼睛，然后这边四个人是一起走，然后分开走。好紧张啊！然后贾克斯为什么要这样子绕一圈过来汇合呢？但是他身上，贾克斯身上也没有代言，何必这样走？哦，这边管压过来了，好，这边看到右边来，然后这边是左边来，那这边马上被喷，这边应该要，这边要右边，应该要准备右边去才对。哦，贾克斯是不是先点反击风暴啊？看一下，哦，贾克斯用连，他果然先点反击风暴，哇，危险了，这个队有点被切开，贾伟，没有。这个在绑没有绑到，哇！五哥远程点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被点的乱七八糟，加文危险啊，直接被手杀。为什么呢？这个很明显的，对方是五个远程角色，而 Thunderbody 呢是只有一个、两个远程角色。那一开始呢，贾克斯反击风暴开完之后，基本上就跟废人一样了。你还买红金链磕下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啊。他刚刚好像他满血，然后他把红金链给喝下去了。他有点紧张，他看到这样快死了，他想说开红金链帮他补血，就没有补到自己了。他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你要带红金链把他喝掉？因为他猜对方会，因为对方他已经猜对方起码两个到三个 AD 压他，所以他就是尽量抽红金链，让自己一开始体质好一点，不要怕对方点嘛。因为安妮再怎么样，好歹他也是一只。就是他好歹也是一只手够长的英雄，就是他也是一只手很长的英雄，可以拿他普攻来。对对对对对，他起码在点人方面，他点小兵顺畅嘛。那点人的话，也对方也比较怕你嘛。我觉得他们要去偷懒了。我反击风暴上来锤，再点你一下我一下，这个不是办法。被多打两下了，飞机被逼，然后这边哇，嘉文还不走，嘉文。为什么呢？哇，这个再加一个 buff， 他已经看到了，他第一时间其实可以选择走，可是他已经被绑到了。可是对方刚是眼睛先下来啦，然后是不是没有闪现的？对他已经没闪现，还要去看他的蓝。我觉得他是有点硬要，因为他刚娘的，照理说是有 EQ 可以直接跑。没有，他是很生气。哇，这边也被绑到了，反击风暴，好，被下点了，他快不行了。然后真果然已经被压了两个 buff 了。那我觉得欧若的战术已经成功一半了。差不多了，庄狗这时候已经痛不欲生了。其实
其实如果这时候的话，你就看到江河说我不想玩，你们都不帮忙看 buff，我不知道怎么打。然后现在，这个四个 buff 是，跑到谁身上，通通都在。我加特有两个，然后杰西有一个。哎呀，所以这边是直接压塔了，两个人压。好，安妮现在手上呢，什么都没有了，他有游泳圈啊。然后现在四个 buff 都是被欧颂给控住了。没有吧，嘉文是一个啊。但是嘉文的跑到沃加的身上了。哦，对哈。对啊，然后杰西有一个啊，然后再加沃加是自己的，对，然后这边就开始 poke， 哇，开始点，然后嘉文现在三等，手上没有红蓝，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情，然后又是近战，然后安妮也不行做，因为这个情况下对方一个带蓝一个带红蓝，你 EQ 到这张脸上，你就是再送一颗头，你又没有闪现可以再闪回来了。那这边我觉得这边让一个伊泽瑞尔扛两个也是。蛮酷的，而他也几乎没掉什么血，我觉得他也是打很棒，因为他看对方中路这么痛苦，他只要再撑一下就好了，再怎么痛苦也没有对方中路痛苦啊。对啊，因为嘉文不可能下去帮他们。对啊，哇，这边果然被各种点，哇，塔这时候在四分钟要被点掉了，好扯、哦，哇，受不了了。那这边点完塔，就是再来就是转上或者转下，然后上下推完之后就去点小龙，小龙点完之后，这时候经济大概会差到3-4千左右。然后之后就直接压回战，对，然后之后就把对方给滚，对方就会直接被滚倒了。然后这边一出来就先被对方接一下，虽然不是说特别痛，因为装备还没起来，但是也是蛮痛的。其实，等一下，这是让我想啊，这个还要硬要，哇，上来锤，得理不饶人啊！这个还在锤，还差一点，但是没有魔了，但没有关系，对方才刚一丝刚出来，他现在又要回家去了。那这时候继续压第二座塔，要不然就是上下直接过来帮忙推中了。这时候其实。那哇，上路这时候也要倒了。上路倒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去那个，就是一起去哇，这个又被换。我觉得这个中塔推完之后呢，就是大家再去那个，就是去帮下，然后下路帮完之后就顺便吃个小，反正我们两个重击，对方 jungle 也是跟废人一样了。那基本上，因为 jungle 这时候身上就只有一把打野刀，他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啊。你这边双 AD 都比对方有钱呢、啊。这边终于选择要回家了，但张德巴也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但是下一波就来了，因为这边上路也被推掉，那之后上塔跟中塔的外塔掉，接下来就是要掉下塔了，然后顺便去包这条小龙。对，所以这边应该找个机会就准备要回家了，这波大概洗完就要回家了。这个好，加油，先回家。飞机很坚持要吃完这只再走，因为他要升人了。我还在想为什么呢？何必呢？就他要升人，没关系。所以。这样的话，果然沃尔加在开始往下靠。那伊泽瑞尔呢，尽量保持一点血量跟魔量就好了。哦，他现在也上六等了。那等一下下路这一波会战应该是可以打不中。哦，这边果然也靠下来了。那等一下就是五个人吃小龙。那贾克斯呢，照理说呢，应该要知道对方要吃小龙了，那就看他怎么做一个反应。要么呢去推上，要么多农，要么去。帮吃小龙，但是其实帮忙，但是其实后者这个选项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对方两把重击，你过去看能不能打会战而已啊。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打得赢啊，因为已经有一点经济差。对，那这边很聪明，直接先用花来扛龙的伤害，然后轮流稍微扛一下，飞机也靠过来，然后伊泽瑞尔没有靠过来，嘉文好像没发现嘞、啊。嘉文我在想，嘉文猜到，可是没有视野，他也不敢补视野，他身上他是曼尔眼啊，他刚刚走过之后，他只把眼补在他走过那层，他连眼，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发现他们在吃小龙。有，其实是有一只眼、哦、他没有看到的，哦、这只是他们的眼的。哦、然后好，他们就选择放掉，因为就抢兵，对方两把重甲、啊、何必呢？你下去就是多送一个头嘛。对啊，他觉得就送了他们吃。对，就算了。那反而是我送这边没有视野，但他们敢吃，因为他蒙着眼都知道你不敢来抢。我就是蒙着眼，我们两个数到三，然后一起按重甲就好。我这边。哦，贾克斯要被杰西锤死了、啊。OK， 差一点点。好，但这边的话，再应该就是准备要推下塔，下塔推掉、哦。其实我在想，这边要推下塔的话，应该再多一个人，三个人去三二打，这样推塔应该会比较快。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出来，经济已经差到了3000多，他刚打完没有少到安妮蛮可惜。然后。大概在突然跳到4000，那这边再进来抢对方 buff， 哇！但是并没看到，但是杰西也过来了、啊，这边是一个3-2啊，你看到了？安妮这时候有没有6等可以试着？哇！结果是空熊，尴尬，他把熊往后砸，是刚好他闪现哎、欸，
他其实是要夺甲克斯，结果对，就是连阿尼也早一起顺便夺。阿尼丢太快了，因为这个可以预见到甲克斯先跳，对方已经先闪。对啊，那你就不用没有必要说，因为你又不是球女，甲克斯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瞬间发招，你也没有决定要闪现那个哦，这边要过来考虑 gank， 但是看到了，看到又就没办法，看到了你还要。哇，嘉文这时候好不容易拿到了他仅存的一个红 buff， 然后来到下路看了看，然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那就只好回去了。那这时候其实下塔哦，这边反正贾克斯一波反打，被换掉，对，差点把杰西给锤死哦。这个真的蛮可惜的。哦，不过这边下塔看得出来进度是比较慢一点点的，看是不是要多调派一些人手过来支援。对。因为其实这个情况其实真的哦，果然 EC 下来支援了，两个人推广太慢了，受不了，看不下去了。因为中路兵线有推过去，那安妮也不是一只可以在这个等级就平板起兵角色，那伊泽瑞就是把线带走就来推下了，那这边是一个三打三，那你嘉文好，他现在就看到你，其实你嘉文敢过来吗？你也不敢过来，那就是一直 poke， 然后点塔，然后 poke， 然后再点塔。塔就要掉了，那这一波的话，哇，还被绑到，那这样的话，这个 EC 大绝扫的不错，然后点掉，那再嘉文要死，哦，我家的包过来了，杰西也过来了，这个他们真是打很团结，这边又是五个人，他们好，现在就是要接着逼会战，接下来应该就是把下塔推掉，因为这时候五个人，那金也大概差到4到5千块左右了。我觉得今天看欧润，我觉得他们表现蛮好的，对他们、這個、他们战术都有成功，战术找到一个出口了，对，就是。这个战术非常的，大概我都不知道这个现在这场在他们那个眼中大概是有几分，我看来应该是有个八，没有个90，有个80了，还蛮不错的，蛮开心的。哦，这边又绑到，然后贾克斯上来又怎么办呢？上来队友不上啊，上就被点，然后一个闪现熊，哦，这个拉的不错，哦，这波就有点不必要了，这波。我觉得他们应该早点退，这波应该就直接退了。他们这一波有点太贪了，他们给对面一点希望了。好不容易可以拿100分的东西，不小心在这时候扣了一点分数，但其实不影对，但是不影响，其实还是大优势。你在10分钟可以拉到5000块的差距，其实对方还是很痛苦啦。那其实就只要接着稳着打就好，就是一样多打少，对方五五打，你也不会赢你们，没有必要说对方多，然后你们少，然后你们还要硬打。因为其实不必要，因为性质上来说，本来这些就是打 poke 流，不是一些硬打的角色。那反而对方是一些硬换角色，贾克斯，那反击风要开下去，对方起码5只到4只都废掉了。对啊，对，那这边然后嘉文又可以直接舍命攻击，那像或是像刚刚你一样，就是闪现直接开大晕你。你可以解释一下反击风暴的效果？就是闪避这段时间内的所有物理伤害，包含物理输出的技能。大概多久？大概莫约一秒，0.5秒，一秒多还是一秒多吧，1.5秒吧，哦，我有点忘了。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蛮无知的，至少是两秒，然后两秒，他每次多闪，他们好像闪避次数会叠加他之后释放出来的伤害。真的假的？是的，难怪每次被他那一下追到我都哭了。对，他闪越多下呢，之后下来的那一次伤害越痛。啊，原来如此。好，那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机会吗？还是有机会啊。像刚如果对方像刚这样子，硬要少打多，对对对，哇！结果这边，哎呦，稍微摸一下这边的话，再來就是压野区，因为三路的外塔都磨掉的话，就进野区把视野都排掉，然后开始压 buff， 压完 buff 之后就去推那一塔，然后再來就是多打少，或是多打，都是五打五，直接逼会战。我这边直接 poke， 哦，好痛啊！这个一发飞弹就1/4的血，还一直烧。哇，这个有点受不了。如果2发的话，大概就半血没有了，那Ben也不敢再上了。啊，而且他太靠近了，他会有一个问题，他会被那个沃尔加斯直接换出来。而且他带的不是进化，他现在没有出头巾哦。然后这个塔直接被换掉，而Ben是直接逃往后逃。那这样的话，这个翔是不可能再守这座塔了。那 EZ 同时也推掉中塔，那这样的话，安妮一个人也守不住啊。安妮一个人刚从中塔又黯然的退出来哦。那就像刚讲的。其实，反击风暴，这个被晕住了，这飞机有点太有自信啊！这个硬是跟对方换，这何苦呢？又是少换多，哦，然后伊泽瑞尔这个大绝，有点没扫到，然后加罗，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波推完塔之后，他们就应该河流一起上高地了。可是他们这时候选择分推，但是其实有换到一座塔，所以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但是依旧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可以。对，他们刚刚推完塔就应该要后退一些，就是后退一些，要么去帮中，要么等中路下来，就是其他五个人。那这样的话，对方就不要给对方这种可以多换一点对拉头的机会，就不要。通常比赛中一点一点，有时候逆转就这样一点一点累积了。但是其实现在还是优势大过天啦，就是6000块差距，13分钟，等于说就是这个队伍就是硬多了2把嗜血。啊，库奇出三项嘞、欸。对，就是大概出两，大概就是多了你队伍2把嗜血的伤害，那你真的拿没有办法。那这边的话，库奇也组出三项，13分钟三项其实算是发育不错的情况。那这边的话，小龙又要被全包掉的话。Thunderbody 也是蛮痛苦的，虽然说现在好不容易人头拉到持平的状况，但是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很悲痛的情况哦，因为他们现在连要走自己的野区都很危险，因为就看到加入各种清啊，对方有啦，就是像刚刚那样子，就是人少的情况下，那相信欧众其实也有发现说，还是五打五会比较好。嗯哼，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中路的高地塔其实已经剩下不到50%的血量，大概只剩下3%到2%左右。对，那就是等一下下一波，如果五个人一起推的话，就是可以直接上去点哦，这边直接闪现，但是不回头打，加速 ，OK， 一粒大没有缩到，对，就是拉倒，有点又要小换一下，我觉得就是杰西刚在赌杀这个头，其实他可以不用挑战，那就直接退就好了，但是没有关系，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怎么样？就是。会想要稍微秀一下操作，我也常常会乱按三星，这是人之常情，真是就稍微玩一下嘛，没有关系。现在又是这么大，但其实这样不好，有时候这会被逆转，然后你队友就想说，你还在玩，对。然后就是，其实这时候我觉得五个人上高地是很可行的，而且可以直接推兵营。但是欧总没有这样选择，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等把优势再扩大，又或者在等待着些什么。可能在等巴龙吧，等巴龙什么意思？等吃完巴龙再推高地。哦、oh. ，对。然后这边巴龙刚出，其实以他们现在这个经济状况，要吃巴龙并非太难，但是如果被对方稍微闹一下，也是会受不了。因为他们没有坦。对，所以只能大家要留留。如果被安妮晕到五个人在巴龙附近的话，会很尴尬。但是安妮这边哇，未打先被碰了半血，快哭出来了。这边就是各种东西一直飞过来，你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到，反正每个东西碰到你都是会扣血的。你看左边有，右边有，到处都有。对啊，就是根本没办法站在塔下。各种弹幕一直飞过来，反正被就是东西一直丢过来，你被丢到就是会扣血，那、你也不敢上去守。然后你看这边又有一发大发的，哦，这边闪现晕，但是有晕到一泽瑞尔，然后一泽瑞尔没有能够第一时间跳走，那这边上来换的话，安妮也被安妮没有被换掉，这边换到嘉文，嘉文换一个一泽瑞尔，但是这边的话，果然 POG 正还是有优势，哦，这边好不容易跳上来，但是这座塔感觉这一波比较难守住，决定硬扛，好，杰西直接扛塔，好推掉，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直接收水晶兵营哦，水晶兵营。好，但是考量到对方可能会回补出来，所以决定先退，下次再来。因为这波如果再多耗血的话，有可能这波他们被打退，会被再打死。对，会被打退之外，对方可能会顺势拿巴龙，那这样的话就真的不好了。所以就是先退，然后守一下，守看确保一下说巴龙不会被对方给 rush 掉。但是杰西这时候居然往上去了，那他决定先。诱惑在前哦，他也是看到这波兵还是忍不住哦，还蛮多钱的、啊。对，然后这样的话，不过贾克在旁边，就贾克在旁边堵他。哎呀，危险了！但杰西硬是高他两个等级，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低等打高等呢？反击风暴够着开下去，鬼步。他怎么不先开反击风暴等晕呢？他可能在塔下才要打吧。对，塔下打已经来不及了，要被对方反打死了。这个。哎呀，这完蛋了！伊泽瑞尔直接一个 Q 啊，直接接在贾克斯脸上。太晚开了，太晚开了。他应该在追，够着开的时候他就开了，然后直接 Q 过去就直接手动启动反击风暴，这样还比较有机会一些些哦。那你到塔下，你反击风暴，你才开反击风暴，对方就看到你开，再把你锤出去，你还要多挨塔两下，你还晕不到人。哇、哦，这边想要硬换，然后这边看到是直接
被破解了。对，这边就是直接一个闪现，哇！但是这个半条线没有要被锤款到，好，这个应该是直接掉水晶兵营了。欧若好像流氓哦。这个就是硬换了，你前面他这个战术成功了，然后之后这个18分钟水晶兵营基本上你扛不住，你这个起码两个人挡。勉勉强强挡，然后之后对方就推下，或是推上，或是直接吃八龙，你完全是不可能那个，就对方给你拉着，他甚至不硬吃，他就是打一下退一下，打一下退一下，你就受不了了，你就看八龙到底在不在，他把眼睛排掉，你就很怕。那这边决定在这边蹲一下，但我想桑德巴在这么劣势情况下，应该不会想要在自己没有视野情况下再去探自家野，这时候连自家野就像对方野区一样危险。所以看要不要接着推下路的高地，这边先放种子看了一下，再进来又看一下 ，OK， 加油看到了，这边其实是有一只眼睛的。好，这边待的有点久，好，果然决定啊，就嘉文跑出来直接被锤死，嘉文嘉文是食指 ，EQ 出来，不知道今天玩嘉文都比较兴奋一点，好，对他想往前冲。然后这边的话，直接开始破个塔。你有看到那个？哦，这时候伺服器突然 OB 系统停住了。这是什么的？这是 Garena 问题吗？没错。所以我们等一下要重连看能不能连回来。19分左右。对。所以我们稍待片刻。我回来了。紧急抢修中，其实也没有抢修，我们在重连中而已，只是看能不能连回来而已。其实我们也很紧张，我们怕连回去，因为这种情况下，因为连回去就游戏结束，只剩结算画面了。是啊，可是其实刚才也差不多啦。对，刚刚的情况。我问你，那个 OB 是不是常坏掉啊？最近蛮常坏的，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会一直崩溃。最近常这样，前一阵子更严重的时候会连都连不回去。你脸好严肃哦，有待加强。对，然后就是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先预告一下，下一场呢也是欧仲上场。那他们要对谁呢？他们要对上的是我们上一季的 R3 的冠军 Hope Infinity。哦，好期待啊！我觉得今天欧仲的表现真的是值得给鼓励的哎。对，然后 Hope Infinity， 因为他们其实现在也改名了哦，啊，现在脸回来了。果然下台还是掉了，是还是掉了。这个要硬要扛是扛不住了，因为中路超小兵是灌进来，你要手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两个人打半天，好像在帮超小兵抓痒一样，然后打完一只又来一只，很痛苦啊。可是我刚刚其实没有注意看，为什么嘉文会在那个奇特的位置哎、欸？就忍不住嘛，一的又 Q 出去，就跟有些李星 Q1 之后一定要接 Q2 一样、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想要连技习惯了，就对，下意识他就是很习惯。他就是绑定的嘛，他有时候就是玩到一只角色技能就绑定，一就一定接着 Q， 好像按一就一定会按 Q 一样。真的。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可以准备吃八龙了，或者是把下路水命再推掉呢，再去吃八龙。其实我觉得先推下路水命是一个比较安全又合理的做法。你就先带下路，然后再吃八龙吗？先救伺服器，再吃八龙。我们现在稍微又要重，我们要重连一下了，又坏掉了。再稍待片刻，没错。好。看着他们都不动的时候，其实蛮可爱的。你看贾克斯这样，贾克斯这时候怎么会在这呢？要再等一下。好，我们就跟观众聊个天好了。是的，先救伺服器。先救伺服器。最近呢？等一下，你的名字什么时候叫宽宽王啊？最近正，那你就应该要说正啊。正最近改名了。那我是不是在跟你万福金啊？免你平身。对、就是。而且你知道他们说很好笑，他们说。大鱼的位置越来越小了，有吗？我觉得还好啊。我应该要靠近一点，我应该要往后推一点，比较小一点。是吗？是吗？是这样吗？是。好。好，那我们伺服器不是？我们现在 OB 系统到底如何了呢？LD 萌萌到底能否连回去呢？
读取中，读取中，好，我们来稍后一下。我好像有听到声音了，就快了。有了，这时候在推下塔了，怎么这时候下塔血掉好快啊？他们已经吃完巴龙了。对啊，势如破竹啊！而且下水兵也好像也掉了，对，掉了，这差不多了。那看起来是要被洗脸了，哇，这个看起来是要被玩疯哇！结果这时候沃尔加特被抓到了，沃尔加特最后换过去也死了。这一波还蛮有机会的，哇，拿了巴龙要被灭了吗 ？EZ 开始一个输出各种点，但是贾克在旁边好。范也在追，哇！结果，哇！锤了一下，真的被晕到。那个哦，EZ要不要秀操作拼一下呢？其实感觉是有机会的，但是哇，有没有拼到？再一个 Q。哦，这个推墙。好，换掉了，这个安妮。哇！但是最后被安妮给刷断掉了，一个漂亮的操作，最后最终还是躲不过安妮啊。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闪。对，躲得了贾克斯，躲不了安妮啊。真的。不过刚刚这样感觉是好加罗 BD， 因为这时候中路水兵啊，好不容易好了又要掉了，加罗掉地呢，加罗退，好还是掉了。那等一下呢，又可以来推这上路，没关系，有上下超级小兵稍微磨小脚。我觉得刚打的有点太绝，我假设在塔下硬要换，就被对方直接换一波。其实也不是硬要换，他走太前面，他已经被定到，所以他最后想要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他最后在塔下换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应该要先换掉对方大概半血之后，然后再开始点塔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因为你刚才拿了巴龙，很多破壳技啊。对，就是对啊，刚刚拿巴龙，被抓的马上被开。对，而且刚刚拿到巴龙，就这样就剩马上剩加罗一个人有巴龙了，好可惜耶。不过这时候经济也拉到了11K， 然后库奇也还没死，库奇刚刚不知道摸到哪去了，他刚是不在啊。我也没有发现，他可能残血要直接 recall 是不是。可是我刚刚记得他是在下路 recall 的。哈，他那时候没有打回战啊？哦，他好像打完了，然后绕到下路去了。我没有。对，他绕他打完之后，他残血，然后很怕，所以跑比较远，不是他在 BD。我一整个没看他，我只有看到一。哇，这个又来硬要闪现换，小这边杰西直接。哇，硬要哎、欸，有必要吗？贾克斯这边上来直接晕到两个人，哇，复活甲没有了。哇，沃尔加特，不过这边要进来有没有接收？就看到杰西一起来马上倒，感觉不是很赚呢、欸。为什么不先推塔？感觉不是很赚，为了一口气这样子闪现硬换，我觉得不是很好，对，挺不好的。我觉得这样子会……刚刚我觉得这个是面子问题，有时候呢，怎么说？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被抓一次，你就想要再把那口气拿回来，是不是？就是面子不能输，对，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一定要在塔下换成功，下一次就会成功，下一次连塔都摸掉了。我们看这次其实推了不少塔，不少血，下次会成功了。我觉得这样可能会被逆转哎、欸，还是蛮有机会的。如果他们在没有好好把握推塔的机会，有可能被隔 S 之类，然后被推到中。时间如果拖到快40分左右的时候，这时候装备明显跟等级有成长的话，是有机会一波打穿的。不过现在才26分，应该还有14分钟的时间可以慢慢做尝试，还可以有机会重新站起来，还可以再换，没有关系。我看一下沃尔加特叫什么名字？雅虎居居，我回家笑他一下。你有加好友笑他吗？我有他好友啊。哦，原来如此。这边要不要再来一次？从哪里要从哪里站起来战术呢？决定先吃小龙。再拉一下差距，这样。再拉一点差距，这样才有本钱，等一下再来换一波。再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站起来再拉一点差距，然后再从上路再来一次。一定是刚差距不够大，所以输了。这次多一条小龙，应该不会输了。应该有机会吧。好，这边果然又在往上路集结。沃尔加特，可是沃尔加特这次闪现还没好，看安妮会不会？哦，安妮已经准备好了。可是我觉得这塔安妮已经带着，已经准备好刚刚的剧本了。沃尔加特这次学乖了，他这次不打算，这次不打算再从那里站起来了。对对对，好，他这次决定先。哎，等一下，稳着来。贾克斯一个人上，贾克斯一个人要当勇者，哇，被换出去了。然后这边的话，加罗舍身取义啊。哦，伊泽瑞尔跟笨单挑输了，但是飞机贴上来死去。好好，差不多要结束了。好，沃尔加特这次
活到最后，他成功，他让队友去卖血，这次换队友跌倒，他站起来了。这次牺牲他队友，他真是蛮血。其实刚刚前面都是在 bet 你，都是布局。其实我不是坦，我是输出来的，都被我骗到了。哇，你看，就全部就趁他一个是蛮血，而且他刚刚还是换到敌阵中，就还是蛮血走出来。对啊，你看他在干嘛？哇，再刷一下，调皮耶。对，欧总拿下第二场的胜利哦，恭喜他们。那我觉得。这个战术其实真的是打得蛮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掌控中，除了一些会战跟刚刚跌倒情况之外，我觉得都还算还不错。我觉得他想要带给观众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啊。他可能觉得队友会觉得太简单，他要给队友一点刺激。对，太顺了。那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经济差距，就是其实普遍都很赤贫啊，就是蛮穷的，都蛮穷困的。那大概对方就只有他们就只有赢 support 一个人的经济，其他全部都是没有赢经济的，就是完全被一个压制住，然后等级压制，然后对啊，就除了 support 之外都是那个，然后所以呢，我觉得。这战术真的挺有用的，但是可是也风险蛮大的、啊。我觉得他成功就在前面，他压制对面的。我觉得嘉文一开始就不要去看那个蓝了。然后一等会战也是啊，一等会战我觉得，一等会战嘉文也被抓掉。一等会战我觉得桑德巴迪有一点想打，但是其实这很明显是明不能打的东西。他们视野刚好是插在另外一个。不是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知道有人了，然后就是必输了。然后贾克斯就是很明显要打一等位，但要不然他不会先点反击风暴，他就点反击风暴上去想要换，就队伍也不是一起走出来，也是切，也是零零散散的出来。嘉文又从另外一边绕过来，结果他自己被抓这样。然后就对，然后还多缴一个闪现，然后导致他后面帮对方收完 buff 之后，在蓝区被一起收掉，然后就开始前面半场他就没有用了，他就只能眼睁看对方一座塔一座塔的拆，然后来上前帮安妮。稍微挡一点血，然后但是还是要被拆塔，然后慢慢的滚，慢慢的滚，然后一到中后期，有一点起色啊，但是我觉得欧颂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怎么样？给对方一点机会，稍微有跌倒，但是还是摔得不够深嘛，对啊，就是没有跌到骨折，所以其实你今天讲好幽默、哦，对，所以其实跑起来还是蛮快的，然后就是经济差，其实还是虽然会占一波一波输，但是经济还是越来越拉越拉越大。是，所以真的是战术，我觉得战术跟对方前面的雪球真的有滚到了啦。对，真的就是战术跟桑德巴一开始选择导致了对方能够这么顺利的执行他们的战术。对，不然我觉得他们这个战术，以刚刚他们在打上路那一波中间要被逆转的机会，其实还蛮有机会的啦。我看的也是蛮紧张的，一直在换、啊，一直去撞。但是其实，就算再怎么换，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控制住在一个有一个停损点，就是哦，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不会掉塔，不要掉塔就好了。你要玩掉人头可以，但是塔不能掉。但是最后是一座塔都没有掉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比赛，对。所以我们还是恭喜欧颂拿下第二场胜利。那再来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第三场就是我们欧颂对上 Hope Infinity 的第三场比赛哦。好，休息一下。